近日，有网友晒出孙茜在片场的照片，照片中孙茜肚子微微隆起，她还用手护着肚子，引发怀二胎猜测。6月26日中午，孙茜发文否认怀二胎传闻，早上突然好多朋友问我是不是怀二胎了，给我发来好大一串新闻链接，这可能是我最想回应是真的新闻了。可是亲爱的们，谢谢大家没有怀二胎。昨天带着假肚子拍了一天的戏，胡同口觉得好玩，拿手机拍剧组的情人很多，我没多在意。今儿大家都在恭喜我怀二胎了。孙茜最后还表示，多么希望裙子里面包的不是个假肚子，而是个真小孩啊，快祝福我早日带真孕工作吧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